威廉与美女主播卓君哲今年四月登记结婚，21日举办婚礼，两人的婚纱照也跟着曝光，特别选在云的故乡南投五界取景。威廉笑说，想要抢在日出前捕捉云雾缭绕的感觉，就像婚姻一样扑朔迷离。而今天中午的婚宴仪式，在亲友见证下交换戒指，说了誓言，老婆卓卓感动落泪，威廉贴心抚摸脸颊，最后浪漫拥吻，实在太甜了。现场威廉除了感谢大家远道而来，还说因为我本人比较穷，想要打平婚宴的费用，所以等一下会先关门清算，达到收支平衡后才可以离开。尤其是我今天最关心的就是宪哥有没有到现场。目前来讲，我的红包应该是最大包的。他也特地安排了棒棒糖桌留给昔日战友敖犬阿本、小杰、阿伟、小马等都来了。阿伟豪气的在限动塞出大红包，一叠厚厚的钞票，红包上写着这是棒棒糖的承诺。敖犬则在 IG 动态塞出许多婚礼花絮，搞笑的说真的结婚了哎，威廉结婚了。据说今天到场的艺人众星云集，但小玉因为音乐剧的演出未能出席，王子哲因为在拍戏缺席。婚礼主持人找来玛丽戴爱玲演唱婚礼祝歌，整个婚礼星光满满，想必又是场世纪婚礼了吧，期待更多花絮哦。